你好，我是刘芳瑜。国语新闻方面，首先带您关心的是教育透过跨国交流培育更多优秀人才。这是慈济技术学院和大陆的苏州大学以及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举行了签约仪式，未来希望透过学术交流将慈济的人文融入教育当中。在众人的见证下，慈济技术学院和两所大学签订学术合作备忘录，成为教育伙伴。除了专业交流，也希望将慈济人文带到学校。在人文关怀这样的一个理念上面，我们是一致的，并且我们感受到慈济的文化它做得非常的棒。那么我们的护理学院也一直在倡导这个关爱知识的这样一个人文的理念。认同慈济理念，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也与慈济技术学院签约合作，提供双方师生有研讨机会。What we would love to do is bring some of our students back to this event, hopefully next year. So we think it would be very wonderful for them to come. We've been so impressed with the students here. 教育和人文结合，目前慈济技术学院在全球各地签有34所姐妹校，除了护理系，其他科系也能有机会交流，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大爱新闻庄静茹、翁国佳，花莲报道。